光的太阳，对，随时随地在他们人生中呢来带来温暖哦。这首歌曲，那等一下这首歌呢，如果现场的朋友手中有空的话，可以帮我把你的手机变成手电筒模式哦，让我们看看这个星星到底有多少颗，有多少颗星星可以来照耀我们的新人哦。这首歌曲。他说你的手机啊，哪有用？你这条怪副歌，帮我把你的手机啊变成这个模式，他也要怎么说？变成这块，对不？对，莫懂。对，等下有空的朋友可以帮我把你的手机变成这个模式。对，越多颗越好，让我们新人或者是我们的双方主婚人可以看到我们一颗闪耀的星星。来分享这首歌曲《太阳》。没有掌声，我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孤单。谢谢我的好朋友，谢谢。可以帮我把你的手机变成这个模式吗？可以的话，打完卡拍完照的朋友，谢谢这位帅哥。对，帮我把你的手机变成这个模式，我相信会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的新郎官就在这看谁没有拿星星。可以帮我变这个模式，我可以先放在手旁边。你总感到落寞。你总感到失望，对于人生未来所有态度，你遗忘。好朋友会唱吗？你总伪装自己不懂，你总想说逞强，对于人生。